现在我们有请一级班第二组的同学来给我们表演声音模仿。我们有请陈奕泉、沈子涵，还有杨雨涵。铃是闹钟，把我吵醒了。你哗啦哗啦，下下，是爷爷在冲凉。是奶奶在洗衣。哔哩吧啦，是妈妈在做饭。呀呀呀，是弟弟在学说话。Room， 是爸爸出门了。咕隆咕隆咕隆，哦，是肚子说我饿了，我想吃蛋糕。我想吃草莓，我想吃果条。耶耶耶！早餐啦！耶！爸爸拜拜，没有讲到，就差这一点点。不过整体是非常好的，不错，给你们自己掌声。嗯，老师没有提醒，你们都做得到，很好，很好。